你的衣服是哪里买的？我的衣服是从中国用的。中文怎么那么好？我们从小时候也学的。对，多大岁数开始学中文？一岁。对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。对，我也没去过。没去过中国？没有。您打算去中国吗？我要去北京。对，我要去那里玩。你的中文也很好啊。对，真的当不了。